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七色花。首先把两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，展开。下面的角折向中心点，再把下面的边折向中间的横线，上面的角也一样。翻到背面，把它对折，沿中间的线把它对折。稍微展开，涂点胶水把它粘一下，稍微分开一点，一共做七个，最后再粘到一起。这样一款七色花就完成了。想学更多，关注折纸王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